然后呢，我呢发了一些样品回去，等我回烟台，我给你带着。啊，一些速冻的海参什么的，我想让你做个实验。啊，我这个开完会儿，我把所有的样品我都拿到你这儿去。哎，你试试。哎，我觉得这个东西挺好的，这个速冻海参，我试验完了是挺好的。活的，然后就是7分钟我。